thank you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，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继续来学习庆老和尚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。我们上一集啊，我们学习到。 这个花起序，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，调伏刚强众生知苦乐法。佛啊，是现在五浊恶世。 来教化众生，五浊恶世，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，浊是污染，五浊啊，一杰浊，杰是讲时间，时代，严重污染的时代。 年头不好，时代的污染是由于后面四种污染造成的。啊，这个时间呐、啊，呃，没有什么污染啊，没有什么好不好？那么这个杰作啊，就是我们、啊、中国人常讲的。 这个年头不好啊！啊，就像我们今年呐、啊，这个全球啊，啊，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，啊，大家都会讲啊，这个年头不好，啊、今年这个年头不好啊，就是这个时期呀、啊，啊，有发生了、啊、很多不好的事情。 啊，所以这个叫杰作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为什么这个杰作是因为啊，有后面四种污染啊，所以才叫做杰作。啊。所以这个五浊二事，第一个是杰作啊，就这个时时期啊，这个。 很多不好的事情，啊，很多污染。二见着，见是见解，见解错误。所谓身见，执着四大五蕴身心以为有我自己。这是我们凡夫啊，每个人都有这个错误的见解，执着这个身体是我。 实际上啊，身不是我，是我所，不是我。但是我们有错误的见解，那执着啊，这个身是我。边界二边相对的见解啊，我们现在讲相对论，对立的借取见啊，修音上的成见。 非因即因呐、啊，啊，那个修那个因呐、啊，那不能得到啊他要的果报，啊，那个因呐、啊，错误了，啊，借起见。啊，比如说这个古印度啊，有外道啊修，看到啊一只牛升天了、啊，啊，那他看看呢、啊，哎，牛怎么会升天呢？ 这些外道啊，他们也有定功啊，啊，看到哎牛升天了、啊，那、啊、牛牛他是修什么呢？牛修吃草啊，啊，那于是啊，就劝人家呢学牛吃草，这样会升天啊，那这个是错误的修因啊，其实啊，他不知道啊，那个牛他前身啊，他有修十善。 啊，也有赵十二，那赵十二那个果报报完了，他过去生的十善的果成熟了啊，他舍了牛身，他升到天道去，是这个原因啊，他把那个因呢、啊、误会了，这是见起见，那么见起见是果上的成见，非果即果。 不是那个果，那认为是那个果、啊。邪见啊，最严重的邪见是不相信因果报应，不相信有六道轮回，不相信圣人所讲的真理，那、啊、这个是最严重的。啊，这叫邪见。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，啊，就是。 见解上的污染了、啊，啊，被一些邪知邪见呐、啊、所污染了、啊，啊，那么这个是讲基本的这种啊、呃、邪见、见着，见解上的懒着。那么所有的这个知见上的污染呐、啊，都是这个。 见浊啊，这个这个这五种啊错误的见解所造成的。第三啊，烦恼浊就是思想上的污染，贪欲嗔秽、愚痴傲慢啊贪嗔痴慢疑啊，这个是。 对于圣教的怀疑，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五种根本烦恼升起。啊，那么间接与思想的污染合起来，就是心理的污染、精神的污染。啊，由于心理、精神上的污染，必然导致生理与生活环境的污染。 这些都是心造出来的，是众生浊众生包括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种种的染污，就是生活环境的污染啊！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。 气候异常，灾难频繁，属于众生浊。五命浊，命是寿命，因果并列，寿命短促，这是生理的污染。啊，现在人的生命啊啊很短促。 啊，过去有人讲啊，现在医学发达了啊，好像人的寿命啊，比过去这个延长了。啊，那实在讲啊，佛在讲这个是平均寿命。啊，是平均寿命，啊，这个地球人类的平均寿命。 啊，那你看到啊啊，那有很多人他啊寿命比过去长啊，但是很短的也很多啊啊，他这个就没有算进去了。那最短的是什么呢？堕胎啊，堕胎那个生命是最短的。那佛在经典上讲啊啊，这个胎啊有一个星期，它就形成生命。 那你一个星期你剁掉，就是等于一个人呐、啊，他七天的生命就没有了。那根据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的调查啊，啊，这个二十年前呐、啊，说这个地球啊，每一年呐、啊、堕胎五千万人，那现在就可能不止啊，啊，那你把这个这样平均下去。 啊，是不是跟佛讲的就一样的了？啊，所以现代人寿命啊是越来越短，现在是简洁越来越短。啊，这讲命浊啊，这个叫五浊啊，见浊啊，结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。 啊，这个我们在《弥陀经》啊，我们常常念到，二是十二，一切众生身造杀盗淫，口造妄语，啊，就是不讲实话骗人，两舌挑拨是非，二口说话粗鲁，其余花言巧语，意业啊，心存贪嗔痴。 啊，那么这个就叫五浊恶世了、啊。啊，我们现在居住在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，无从污染，啊，非常非常严重，照十二业越来越多，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现世现了，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。 做出一个不可思议大智慧的样子给众生看，作诗作画，一切诸佛都赞叹了。啊，赞叹他在五浊恶世为这些苦难众生做出好榜样。神通之力是讲表现在外面，帮助社会，帮助一切众生。 说出他能力之强，神是神奇莫测、超越凡人的知识，通是通达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世间一切事物的道理、因果、现象、变化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称作神通。 神通不是讲孙悟空七十二变，啊，不是孙悟空那个七十二变了、啊，那就完全解错了，啊，佛样样通达，啊，今天社会上啊种种的疑难杂症，佛有能力帮我们解决，调伏刚强众生，啊，圆菩提众生啊，刚强难放。 性格啊，刚强、坚固的执着，对于佛所讲的教诲很难接受，啊，排斥佛法，障碍佛法的教学。调是调理，伏是降福。佛出现在世间的任务就是教化众生。 知苦乐法，啊！世尊出现在世间的能事，一语道尽。众生苦，为什么苦？众生需求乐，为什么得不到乐？啊！这是人之常情啊！啊！离苦得乐的理论与方法，唯有佛之道的透彻究竟。 释迦牟尼佛知道六道三毒的苦乐法，啊，传授我们知苦乐法，晓得什么是苦因苦果、乐因乐果，晓得之后啊，知道之后啊，自己就有能力远离苦因，勤修乐因啊，离苦得乐啊。 啊，这就讲因果了。诸佛对释迦佛的赞叹，也是把果放在前面，啊，引引起人啊去注意啊，先讲一个果啊,啊，苦乐法都是果嘛，啊，你很痛苦，那是果报啊。 为什么痛苦？啊，很快乐啊，是果报啊。为什么快乐？都有它的原因啊。所以佛教我们啦、啊，知道认识苦乐的因果。看到这两段经文，无比的稀有。什么人开法会，能令一切诸佛来听？ 什么人能得到诸佛如来如此不思议的赞叹？这两段经文不能疏忽。这是诸佛如来异口同音所宣扬的无上妙法。啊，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，就是诸佛互相赞叹。啊，只有诸佛如来。 才肯到五浊恶世世界。啊，这正是地藏菩萨的精神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啊，这些苦难众生，活菩萨不去帮助他们，谁去帮助？啊，越是苦难的地方，活菩萨的悲心越重，越要去教导。 只要众生肯接受，活菩萨一定来；不肯接受，活菩萨想帮助也没办法。能信、能解、能学，活菩萨一定出现在世间。啊，这是感应。各遣四则问讯世尊。啊，十方诸佛派遣四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。啊，这是礼节啊。 也是做一个榜样，啊，教人啊，礼不可会啊,啊，人而无礼，在世间就没有立足之地，啊，如果佛法修行的非常好，功高我慢没有礼节，啊，将来啊的果报在鬼道做鬼王，啊，所以这个礼。 啊、呃，非常重要，啊，在伦理讲啊，不知礼无以立啊，啊，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啊，不知道礼，不懂礼节啊，啊，在这个社会啊，就很难了、啊，啊，有立足之地啊。佛法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，啊，孝亲尊师才能走向佛道，走向极乐世界。此地是。 交礼交敬啊，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礼敬诸佛。四实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，这个时候说最重要法门的机缘成熟了，护主地藏菩萨度最苦众生的机缘成熟了。 释迦牟尼佛很欢喜，就笑了，而且放光现瑞，不必言说，立根众生见到光明，明白佛的所有教学，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，光明表智慧，无量无边的智慧，一刹那即。 全部展现在一切大众面前。幻光是表法，光从哪里来？真如本性本具的般若光明啊！以此为根据，佛为众生说一切法啊！佛说一切法是从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里面流露出来。 啊，今天把说一切法的依据表现出来给大家看，百千万亿，细说不尽啊，说不尽的，列举十条，啊，就大列啊，举出十条，虽说是列举啊，任何一句都具足百千万亿大光明月，啊，一即一切啊，一切即一。 听经文法讲的人，如果是以真诚恭敬心宣讲，就以佛的光明感应道教。佛光铸造道场，就是大光明云照在道场的上空。听经则生无量的欢喜心。啊，不是讲经则说得好，说得妙。 而是佛慈悲的加持，光明的示手。所谓大圆满光明云，大慈悲光明云，大智慧光明云，大般若光明云，大三昧光明云，大吉祥光明云，大福德光明云，大功德光明云，大皈依光明云。 大赞叹光明云，大圆满光明云圆满是无丝毫欠缺，就是性德全体流露。一切众生为何会起感应道教？众生与佛的心无二无别，没有差别，所以他能感应。 啊，那么众生跟佛差别在哪里？众生在迷，佛觉悟了。啊，心性没有结你。有情众生啊是指动物，动物都是有情众生，以无情众生，食物、矿物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 华严经云：“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，源是圆满，同源种质就是同时成佛。何以故？啊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啊，为什么情与无情啊的同时都成佛了呢？啊，同一法身，同一体性，觉悟的人。 看到一切众生、山河大地，啊，跟自己是一体的，分不开的，所以无条件的关怀爱护，这是大慈大悲。为什么佛菩萨会大慈大悲？那我们众生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？众生因为不知道啊，自己跟万物它是一体的。 啊，好像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啊，手脚眼睛，啊，它是一体的。那佛菩萨知道了啊，知道是一体，那知道是一体，那这个大慈大悲，它很自然就流露了嘛。那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？因为不知道是一体，啊，从这个一体当中啊，他去分别执着。 啊，所以佛如是，我们自己也如是，啊，我们跟佛没有两样啊。佛今天显现是不可思议、无量无边的自信光明，啊，我们今天所显露的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，与性德完全相违背，变成一个可怜的众生，自己要觉悟。 要回头，受持读诵依教奉行，才是真的回头。一回头，以佛的大光明云感应到脚啊，大慈悲光明云啊，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是依慈悲而发心。 光明云是表真心、自信圆满的德能。本纪的波若智慧为正德法生子，性德没有显露，虽有大慈悲，不能加光明云。加光明云，至少是法身大事，破一品无名，正一分法身。 真正与佛同心、同愿、同德、同行，地藏菩萨发愿：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慈悲到极处了啊！地狱中的苦难众生，菩萨都去度，何况其他？普度九法界众生。世尊灭度之后。 弥勒未出世之前，用什么方法来教化一切众生？依《地藏经》，这是世尊的嘱咐，地藏菩萨承担这个责任，慈悲到极处。我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发度自己，度众生的菩提心。 大智慧，光明云。大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。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没有智慧就不能够成就。智慧决定不是记问之学啊！听得多，读得多，记得多，没有回归自信啊，全是世智世世世变聪啊，变成了、啊、世间的聪明智慧了。 四字变冲是八难之一，啊，遭难，何以遭难？落入所知障，啊，障碍明心见性，障碍得定开智慧，啊，智慧由定而发，禅定啊，由从戒而来，啊，戒定慧啊，名为三无漏学。 禅定是清净心，六根接触六层境界，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。啊，这是真正的、啊、修禅定。啊，真正的修行，在六根接触六层境界时的时候，用功夫，用念佛的功夫。啊，念头才起来，念头才动。 其提起佛号，啊，将这个念头啊转成阿弥陀佛，啊，这里面呢、啊、界定为三学同时具足，啊，你能转了、啊，就是守法，就是守戒，啊，见到外面境界顺心起了贪爱，贪心才动。 用阿弥陀佛转过来，就是持戒啊。见到不如意的环境，心里不高兴，也用阿弥陀佛转过来能转得过来，依照佛的教导去做，这是持戒啊。那这个戒啊，就是心地戒了啊。这个大圣的戒啊。 是主要借心地啊，转过来之后，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，回过头来念佛，这是修定啊，就不受外境啊影响啊，一心称念阿弥陀佛，慧就在其中了。静中修学之殊胜，是戒定慧三学一念完成，一句佛号就完成了。 啊，圆满的祭祖，啊，然后处事待人接物，善意自然就生出来。啊，修行功夫浅深，都流露在面孔、音声、一举一动之中。啊，一车人看不出来，啊，会被你骗。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瞒不过的，一接触就知道。 啊，看脸的表情，看动作，啊，看他这个这个讲话的音声，啊，就知道啊修行有没有功夫了。大波若光明云啊，波若与智慧意识有时候是相同，啊，但是这两个说在一起意思当然有差别。 啊，如果没有差别呢？那都不用再再说一个大波乐的。啊，前面的大智慧啊，解释做界定慧的慧。啊，那慧啊，必定包括界定。波乐是指实相波乐、观照波乐、文字波乐等三种波乐。 实相波若是体，实相无相，实相波若也就是无分别智，实质一切一一切法清楚明白而没有分别执着，实相就是真相了、啊。我们现在话讲啊，事实真相，啊，宇宙人生事实真相，啊，彻底究竟明了宇宙人生之真相。 啊，这种智慧称为实相波乐。实相波乐起作用有两种，一是自受用，一是他受用。自受用是观照波乐，他受用是文字波乐。啊，用现代话说，观照波乐就是过高等智慧的生活。 过法身大士圆满智慧的生活，啊，与光明云呐、啊、相应，啊，我们懂得观照，才能过高等智慧的生活。观照的总纲领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啊，所以对于一切法相不分别、不执着，随缘而不攀缘，什么都好。 什么都自在，每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，随意而安。文字波勒啊，文字包括言语，是利他的是帮助别人的。观照波勒是身教，做出样子给人看。文字波勒是言教，啊，实相波勒是意教。 啊，是没有分别意识的智慧啊，有意识的念头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。生与意都是教化，帮助一切众生。般若是即祥离相，离即同时啊，这才能破除一切迷惑。大三昧光明云啊，三昧是幻影。 啊，翻成中文意思是“正受”，正常的享受。也翻译做“禅定”，啊，这正定正受。六道众生种种享受皆不正常，啊，种种享受归纳为苦、乐、忧、喜、舍。五大类。啊，身有苦乐，心有忧喜，死受是。 身无苦乐，心无忧喜，啊，那称为死寿。死寿虽然很好，但时间很短，啊，只是暂时啊，生死苦乐，心死忧喜而已。死寿若能保持，就是三昧正寿。苦乐是相对的，忧喜也是相对的。 西方极乐世界之乐，啊，不是苦乐之乐，啊，不是相对的那个快乐，苦乐二边都死掉，才是真乐。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苦乐、忧喜、死这五种受，啊，所以它是极乐。大三昧能突破一切障碍。 科学家知道世间有许多障碍，他们发现三度空间，啊，我们现在生活在三度空间，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，至少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，啊，这个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。那不同的空间是怎么来的？啊，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 变现出来的，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，时空也就有无量无边的度数了。啊，佛家讲十法界，每一个法界又有很多法界，说之不尽。啊，假如我们得到三昧，安住在三昧，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除。 就会突破一切界限。禅定功夫有浅深不同，小定只能突破一层、二层，啊，大定能突破多层。那过去啊，我们敬老和尚啊啊，在讲席当中讲过啊，有一位老先生告诉他了。 啊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、啊，江西有一个道士有神通，啊，是道教的啊，道家的修道的道士啊，他有神通。那其实啊是有定功了啊，你如果得定，你就自然发神通，六根的能力它就拓展了。 老先生住的地方比较低洼啊，那这个道士啊，叫他要搬家了，啊，给他说啊，过几天啊，你你现在住这个地方会淹水啊，啊，那么这个老先生听他的话就搬了，啊，那果然呐、啊，过了几天之后啊，山洪暴发。 啊，他住的那个地方果然呐、啊，被淹没，啊，被淹了，啊，所以有一些事情啊，我们一般人事先他不知道啊，观察不出来，啊、但有定功的人，他能够事先呢、啊，他能知道。 那么没过多久，道士又说了：“看到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了，啊，并且告诉他方向和距离，啊，三个月之后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啊，以道士所讲的方位、情况、距离完全符合，可见得时间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同时存在。” 倒是有小店能够突破三个月的时间，见到未来的事情。啊，他这个时间呢、啊，实际上也包括空间了、啊，啊，就时空。啊，他在深山呐、啊，啊，住的那个小房子里面，啊，能看到几千公里外的夏威夷珍珠港。这是世间小。 佛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断得干干净净，能力是圆满的。净虚空，变法界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佛有此能力，其实我们也有。现前我们的能力失掉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。啊，天天心里一大堆妄想、分别执、执着。 啊，所以有修禅定的人呐、啊，他自然呢、啊、发神通了。大吉祥光明云啊，吉祥是请安祝福之词啊。现在我们呢、啊，啊、呃，这个见到人了啊,啊，就是讲啊，祝你六十吉祥啊，啊，祝你平安吉祥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是祝福词。 古德说：“这是义利之词，义是应该啊，我们应该得到的啊，都能圆满得到，这是吉祥啊。不应该得到而得到，就是灾祸，那是不义啊。感应篇讲非义之财啊，那不义，不义之财啊，在佛法里面讲是犯偷盗戒。” 罪过很重。这句就很明显的说，这是义利之德，合理的应该得到的利益。啊，在佛法里面，大菩提、大涅盘以及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，是我们应该得到的。如诸佛果地智慧功德无二无别。 啊，见了性，啊，明心见性了、啊，自信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，那那是称性的福报啊，像泉水啊往外涌出来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未见性之前啊，我们还没有见性之前呢、啊，生生世世的福报是修得的啦，啊，这个修来的啊是用得尽的。 啊，譬如我们家里有金矿，生生世世用不尽。可是现在金矿啊被土石掩埋，没有开采。啊，我们身无分文，那怎么过日子啊？啊，到外面去啊打工，赚一点钱来过生活。啊，虽有亿万家财，却得不到受用。 我们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、功德财宝，啊，就像这个金矿啊，没有开采一样，有了它，它有，但没有开采啊，啊，你就得不到受用。所以现在很苦啊，啊，真正觉悟的人只想今天一天的受用，绝不会想明天。想明天就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 今天生活所需有多余的，布施给别人，啊，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，啊，明天怎么办？明天会有更多的财富，啊，何以会有更多？啊，为什么会更多呢？种福，啊，你不断的种福啊，福报就永远一直在增长，不会消失。 啊，我们看到世间有钱的人拼命积蓄财富，不肯做社会福利事业，不肯帮助贫苦的人，过不了几年就出纰漏，家破人亡，财产也都失去了。大福德光明云啊，加上“光明云”三个字都是称性的。 都是自信里面的，福德是助道，菩萨行从布施到禅定，都属于助道，啊，帮助我们修道的，啊，由于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定、禅定，啊，精进禅定的助言，那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。如果没有前面五种，纵然有智慧。 这个智慧是有漏的，啊，像那个水桶啊，它它有一个洞，它会漏掉。你水装下去，它漏掉了。无漏就是它没有洞，它不会漏掉。有漏的智慧是四字变冲，不是剥若智慧。啊，成了佛，福德与智慧都圆满。 佛鼓励人修福，因为修道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啊！你要修学，要证得道果，这个当中障碍很多啊。你有福德，天龙鬼神会来护法啊！我们要想求得诸佛护念，龙天永护啊，不是天天磕头，而是自己认真。 依照佛陀教诲去做，啊，不要去求他，啊，这些护法神他自然来护你的法，啊，自然来护持。为什么？他尊敬你，啊，你在广大群众当中与众不同，别人在造业，你在修复，你在造福。我们内心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。 表现在外面是六度万恨，啊，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。福报能除障啊，这福能除障，能帮助我们开智慧。啊，谚里也说啊，福至心灵啊。一个人福报现前呢、啊，哎，他就显得特别聪明。修定是开会的主因。 啊，修福是助缘啊，帮助我们开会啊，就是修这个福报啊，修福德啊，他这个言呐、啊，帮助我们开启自信的不二智慧啊，所以要福慧双修啊，这样才圆满大功德光明啊。那么这里是讲功德了啊，前面是讲福德。 功德与福德有差别，福德就是福报，啊，福德可以大众共享，啊，我们现在讲分享，啊，那福德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啊、功德就无法共享啊，无法分享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功德要自己修啊，啊，自己不修，那别人不能代替修啊。那、啊、福德可以分享。啊，功是修学的功夫，德是收获。啊，这个“德与德德“得失”的“德有同样的意思。你修学有了功夫，必定有所得。啊，譬如持戒有功。 得禅定是得啊，因得定啊，戒修得再好，若不能得定，那就没有功德啊，但是有福德了啊。为何持戒不能得定啊？以为自己修得很好，值得骄傲，啊、骄傲是烦恼啊。持戒持到烦恼现前，那怎么能得定呢？ 慧能大师说：“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；持戒持道，不见世间过，你就得定了。啊，持戒呀、啊，它就变成功德。啊，持戒若得定，持戒是功德。啊，持戒若不能得定，持戒就是福德。修定若能开智慧。” 那定就变成功德啊！修定如果不能开智慧，那是世间的四禅八定出不了三界，那还是属于福德了啊！所以修行人呐、啊，很容易起争上慢啊，觉得别人不如自己。 只要有这个念头，功德就完全没有了。大功德能灭罪，能灭恶，能生善。假如修学还增长恶，不能生善，那就错了。佛法修行的纲领，注重在修观。啊，天台家讲三子三观，净宗念佛法门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。 观是观念，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呐、啊、修正过来。啊，中文常讲修学有三个层次，啊，第一个是观照，常常提醒一个觉悟的观念。观照功夫得力，啊，在经中讲就是功夫成片。 啊，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警觉性很高，念头一起，立刻转成阿弥陀佛。啊，那这个就是观照的功夫了。第二呢，照住啊，观照功夫生了、啊、这个妄想。 执着这个念头不起来了，啊，能把它控制得住了，啊，这个是造住，啊，那么造住啊，就是禅定现前了，啊，那在静中讲啊，事一心不乱。第三是造见，啊，这是最上层的功夫，由定开会就造见了，在镜中是你一心不乱。 《心经》讲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啊，五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的真相，啊，是无所有不可得。啊《金刚经》讲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啊，《华严经》说刹那寂，刹那寂就是不生不灭。 一切法不生不灭，生灭同时。啊，《楞严经》说：“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了、啊。”啊，就是刹那间，无所有，不可得、啊。这是事实真相。以为有所得，有所得，这是妄想。啊，这是我们凡夫的一个妄想。 十法界众生没有离开妄想，啊，可见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。突破妄想啊，就脱离十法界，而入一真法界，破了无名了。功德与福德都必须修啊，福德啊，注重在事相上修；功德注重在心地上。 大归依光明云啊，归依是回归自信啊。佛家讲归依三宝，理论就是依据这一句：一归依佛，佛是自信觉，自信周遍法界，故以光明云显示，凡夫迷失自信，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啊。性虽然无相。 能现一切相，所现的相是自性的相分，性相是一不是二，啊，将自性的现象比作身体，啊，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，啊，有一部分还在迷惑，啊，这只手生疮长脓烂了，啊，那只手赶紧帮忙，啊，帮忙他。 处理啊，那只手是佛菩萨啊，这种，这只手是众生啊。其实啊，二者是一体啊，佛跟众生是一体。众生不知道净虚空变化界是一个自己，而生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就是病，自己身体有毛病，自己受苦，所以众生受苦。 佛也受苦啊！众生得乐，佛也得乐，一体。阿弥陀佛是谁？自性弥陀。毗卢遮那是谁？自性毗卢遮那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。如果我们醒悟，虚空法界都是自己，对于任何人事物的爱心、关怀、帮助之心，油然而生。 啊，不会分彼此。啊，你恭敬我、赞叹我，我爱护、帮助你；你诽谤我、糟蹋我、侮辱我，我依然爱护你、帮助你。啊，为什么你迷，我不迷？迷的人分自分他，他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。刚强难化的众生，就像身体一个部分啊，长脓包一样。 啊，跟大家不和啊，在这里分彼此，他自己受苦受难，啊，堕地狱，变二鬼，啊，佛能帮助的是调教、开导、说明事实真相，我们自己要觉悟，一定要回头，啊，回头是岸，归是回头，一是依靠。 啊，要依靠性德。性德本经用光明云来表，啊，《华严经》用大方广啊来表，来表法。这段实际光明云含摄全部的《华严经》，啊，《华严经》含摄全部的佛法，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 所讲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十种光明云全部包含，一法不漏。这个第二呢，归依法啊，法是自性正，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，自性觉是根本智，自性正是后得智，前智。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，然后在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之中，付诸实践，就弃入佛的境界。入佛境界就超越十法界。我们所起心动念，所作所为与法身大事无二无别啊！我们并没有证得法身。 可是，以法身大事真的是惟妙惟肖啊！这就是《华严经》讲的“大兴凡夫”啊，“大兴凡夫念佛往生，决定生十报庄严土”啊，这个四土三倍九品，我们通通有份啊。那么，这个是才是啊，真正啊，归依正。 自性本具的正知正见，啊，为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以及生活的依据。啊，那么归身啊，身是清净的意思啊，用现在来讲啊，身是社团团体。啊，佛法称啊，四个出家人呢、啊、在一起共修啊，就是一个身众，四个人以上在一起生活。 工作就是一个小团体，啊，这个团体的人都能修六合敬，就叫做生团生众。人人修六合敬，人人心地清净圆满，这个生团是天上人间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。啊，团体如果再大，人众再多，意见不合，那就不是生团了。 有意见都是从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而来，啊，自信中没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啊，所以一个清净身团必定是六合镜啊，它是和谐的，啊，这个才是啊，皈依身啊真正的意义。好，那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写到这一句大皈依光明云。 啊，那下面呢、啊？大赞叹光明云啊，我们、呃、下一次啊，再继续来学习。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嗯